可能是因为我在班会上说了句话吧。说了啥呀？我说我不喜欢女的。啥？就当时一姑娘总缠着我，我就随口一说。哦，这样啊。哎呀，难怪老有这些雄性啊。听你，我当时还以为啊，你得罪了哪个大哥的女朋友呢。那以后你就多帮我挡了吧，就说我心有所属。这玩归玩，闹归闹，你不能开这种玩笑。我跟你说，我钢铁炼成的啊。看得上你吗？还有云生呢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呀，宋江回来了。哎，你跟他就说这么多，跟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啊。云生，今天我请客，涮羊肉。那我吃什么泡面呀？我这啊，吃涮羊肉。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不去后果很严重。对。什么后果？你说。你在给女朋友打电话是吧？我就在旁边学姑娘叫你名字。喂，小白白，你在给谁打电话呢？你都不理人家，讨厌讨厌讨厌。袁生，来，来，来，你俩别光喝呀，说两句。说什么呀？哎，你跟那个康阿姨，要看你们说什么了。他就说觉得挺对不住你的，他想和你再见一面，再和你聊聊。有什么可聊的？我明白，于情于理我不应该恨他，可要不是他，我们家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家那边圈子小，人人都知道我爸那点破事，败家业、赌博，气死老子，气老婆。我来上美院学设计，我就是想把我们家那个珠宝行再建起来，把我们家的老房子也赎回来，让我妈在下面能安心一点。啊，这。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，你们家这经确实难念。我们家是简体的，你们家这应该是繁文八节。我家的也不好念。你家咋了？我妈。
妈念初刚走。你俩真是不容易啊。人生在世，谁还没个伤疤呀？被往事拖着不往前走，怎么给在乎的人一个好未来？来，来吧，咱们就为了我们不开心的过去，干一杯！来，这杯酒。你要是为了过去，我还真喝不了。来，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，干了！对，美好的未来，干了！干了！苏宁。从今天开始，我真把你们俩当朋友了。啊，合着之前都跟我俩演戏呢，我俩是陪你演电视剧呢。人在江湖，不得不防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江湖险恶啊！老板，再拿六个啤酒。哎，好嘞。走呀！来，来，苏宁，我想见他。有些事儿改掉了。好。康阿姨，您多久没回去了？十多年了吧。不想家吗？想啊，但是又不敢想。明明那么熟悉的一切，却又感觉那么陌生。有怀念，也有怨恨吧。我怎么能恨呢？有资格恨的是你。云生，我就是想跟你说句对不起，你有什么怨的、恨的，你都骂出来吧。我听着，我恨过很多人，但我最恨的不是你，是我爸。他毁了我的生活，也毁了你的。一个中年人把生活过得满目疮痍，然后一死了之，这种人不值得恨吗？这件事情不能全怪他的，您还是忘不了。我以为我忘了的，确实又忘不干净。我发现那个人、那些事儿，总是卡在心里头。原来陷得最深的人是您啊，康阿姨。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，日子久了，所有人都可以笑着想起。哪怕再见面，也可以问出一句最近还好吗？就和你我一样。
没事就回去看看吧，人总该为自己活着。小雪，小雪，小雪。 尝尝，还有一口，还有一口就吃完了。哎呀，小雪，小雪，苏年哥，还没起呢。来了，苏年哥，你等一下。好。 猪肉卷饼，你才是猪呢！给你个东西，去我家。啊，那你先回去等我，我马上就来找你。哎，那个，这是叔叔家呀。遛猫去了。遛猫？就是文修院那只，现在在我家住下了。我爸怕它无聊。 没事儿，就带他出去转转。这还清新鲜的，我改天见识一下。哎，你送我的东西呢？嗯，这不是静宁阿姨的东西吗？嗯，我妈说好给你的，我给忘了，这两天刚整理好。 苏年哥，你看这只猫咪书签好可爱呀！阿姨画的猫也好可爱。苏年哥，你学画学了那么久，我都没有看过你的画，你给我看看呗。我的画册都在学校，改天带你看看。嗯，也行。这不是有一个吗？ 这本是我之前考学练习用的，画的不好。再不好，那也比我的。你给我看。画的真不好。我就要看这个。改天带你看别的。嗯，我要看这个。你给我看着。你给我看看。你给我看。看一下。 苏年哥，你怎么画了那么多？我人像画的不好，就多练了几幅。那你怎么不送我一张啊？等下次，我好好画一幅，送给你。那你给我写个欠条。 拿这个写，就写欠小雪一幅画。好。
没了吧？拉钩。不用了吧？双保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快上。故都的秋，郁达夫。秋天，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，总是好的。可是啊，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轻，来得近，来得悲凉。我的不远千里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，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的旅游。传奇，你宿舍钥匙带了没有？带了。来，借我一下。传奇，等我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林诗音，今天我朗诵的内容是《致橡树》。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对不起，我们这儿暂时不需要人。要不您再考虑考虑。您去别家看看吧。看前面，微笑，三，二，等一下，保持微笑，三，二，一。明天加油。嗯。时间过得太快了，我高三那年就好像被按下了快进键，仿佛前一天还在浑浑噩噩的读书，后一天就已经在6月的考场里。小雪，王建哥，解放了！走吧。嗯。我妈可真行，让你来接我。是我主动要求的，这不是离我学校近吗？哎，思年哥，今晚我们去吃大餐吧，我请客。你这两天考试没跟你说，昨天着急回来了。爸说等你一考完试，就把你绑到饭店好好聚聚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叫上诗音跟吴欢吧。都叫上了。嗯。美好的大学生活，我来啦！来吧，庆祝你们高考结束，逃离噩梦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小戴。呀、yeah ，
张思远可以啊，现在刘海都带弯了。妈，您校生活挺滋润的呀。哎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们班有一半都是保送进来的，整天打游戏谈恋爱，成绩很重要。我每天啊深夜苦读，才勉强维持在中上游。我这回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智商低。你可是咱们胡同的骄傲，不能怂啊。我觉得你更应该想想，为什么人家能谈恋爱，你就谈不了。等你上了大学，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狼多肉少，像你这样的都有一帮人抢。我哪要了我？好好珍惜眼前人嘛。吃菜，菜都熟了，吃菜。你呀也得改改，这么能吃，以后有人能养得起你吗？我们家小雪可是有人要的。就是。都看看我啊，我有事儿说。干嘛？我要出国了。出国？你去哪儿呀？你这刚上大学吗？去剑桥。我们学校挺多人走这条路的，我准备了挺长时间。怎么都傻了？不够高兴吗？德正，你叫我们来不是想聚，是要走。先聚再走嘛。两个月前就订好了，八月初的票，我去了还得先适应一段时间。八月初的票，你现在才说？我不得等你考完试再说呀，我怕你思念成绩，考不好再赖我。出息，居然比我还先出国。算了吧，好歹呢也是咱们胡同之光，来接你一个。还有我，记得帮我代购。不愧是我七哥，干杯。我都要走了，就喝饮料啊。梅老板，一箱啤酒。干杯！少喝点儿。小雪，我是真怀念小的时候。我出门喊一嗓子，全都出来了。我特想念邓阿姨家的肉夹馍。现在买个肉夹馍得跑老远了，一口咬下去肉就没了，再咬一口就咬着手了。这一走啊。逢年过节他也回不来，咱们离得这么远，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聚了。能聚，以后不管你去哪，天南海北我找你去。我就知道你就是想走。这就干。干杯。妈妈，去哪儿呀？这边。那边。这边。你放酒啊！快，要不然我要喝酒。然后我抓紧，我抓紧。大师，我喝酒。喝酒。喝死我了！小雪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坐。看着我的眼睛。嗯。照顾。照顾好兄弟。兄弟，兄弟，兄弟啊！照顾好，照顾好。兄弟啊！啊，慢点。照顾好小雪。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她的。我舍不得你们。慢点。我舍不得你们。舍不得你们，我也舍不得你啊。这样，我先送你回家啊。走。不行。哥。不行。好。这儿是你家。我自己能走。我自己能走。哎。等我回来。干杯。哎，快走了。走，小雪，送你回去啊。不要，我不要。我来吧，诗音。五官。送走。小雪，老九，思雨，我走了。
拜拜。我回去了。走吧。刘伟，就走了？要不，我把你送到家门口。这么近，送什么呀？那你考的怎么样？我考的不错呀，心情也不错。恭喜。那你呢？工作定了吗？还没有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爱干嘛干嘛，跟我没关系。事业。又干嘛？那天在我家，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，对不起。其实那天我也有点冲动，下次我去跟阿姨道歉。不用了，我们以后也不是同学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我们毕业了，你也再不用躲着我了。谁躲着你了？当初我想退学，是你说需要我，我才留下。但是我感觉现在你好像不需要我了。曾经我把你当成一束光，我喜欢追着光跑。曾经。但是现在，我被这道光灼伤了。当然，这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你从来不管我在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只是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才能出现。那天你能来，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开心。那天是我过过的最珍贵的生日。你别哭啊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我以后再也不会缠你的世界，以后再也没有我了。走吧，我不许你走！谁说不需要你了？你这个傻子，不需要你。只有你师父要拜，这俩老爷子下了一辈子棋也分不出个胜负。不着急，等他们俩退休之后，您跟郑师傅接着分呗。你这嘴跟乔木学的，伶牙俐齿的啊！那可不得学吗？要不然吵架都吵不过他，总输没赢过。跟媳妇儿吵架你还想赢？告诉你。赢了之后后果更严重。看来您在家没少挨揍啊。乔木预产期什么时候？国庆节前后。真快。哎，是啊。哎，那个小雪的通知书收着了吧？别提了，愁坏了。要是真没录取，你说可怎么办呀？
你也别着急，再等两天。这录取通知书都是分批寄的，可是人家诗英的，两周前人家就收到了。这两天呢，也就是最后一批了，要是再收不到，当时他估分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悬。哎，江江在线上，你说这再错个一两道题，这填志愿不是一次也填好几个吗？就算这个没有过，应该也能有别的退路吧？我就没有给自己留退路。什么？你没报第二志愿啊？不是说你外院一定没戏，就是觉得你好歹也保个底啊。没有，我当时脑子一热，就觉得非外院不可。有志气，这样也简单。录取通知书要么不来，要来肯定是外院了。不会不来的，我室友认识外院的老师，他说最后一批通知书前不久刚寄出。按理说我在北京，我应该是最早收到的那个。我加的那个外院新生 QQ 群里面除了我，其他人都收到了。最后两个收到的，一个在西藏，一个在海南。我明天要是再收不到，我都不好意思在那个群里待了。我咱们去鼓楼吃好吃的吧，别想这些破事了。嗯，我去。对了，你不是一直想看动物吗？走，陪你去动物园。我去。要不我们去西单逛街吧，今天夏装可好看了。你们去吧，我不配，我要回去看哈利波特了。新出的哈利波特都看几百遍了，还看啊？我就愿意在那个世界里，至少邓布利多会给我发录取通知书的。不至于吧？大不了复读呗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呀？我是没办法，而且我害怕小雪万一真没考上怎么办？我听得见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是第一次跟你想一块儿去。估分的时候，的确是勉强过些，但有几道题他记不清答案了。要是全对的话，应该没问题。万一全错了呢？万一作文跑个题？万一数学再漏选四道大题呢？你以前最大的优点就是乐观。我现在优点太多了，不差这一个了。哎呀，听不下去了。你们想折吧，只要是为了小雪好，我都配合。那你去陪陪她。你不了解小雪吗？她只要一开始重新看《哈利波特》，就进入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。我们在旁边也只是凡人的麻瓜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找吴欢去啊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为你们鼓掌。为你们开心。哎，就是可惜了我们吴欢了。你也配不上呢，你这是羡慕嫉妒恨。我先走了，有事随时找我。嗯。喂，小年年，救命啊！我又忘带钥匙了，这暑假也找不到宿管。云生在吗？不知道啊，我敲了半天门没人应。行吧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室友忘带钥匙了。你不是要抛弃我吧？我马上就要出国了。随时联系。喜新厌旧，始乱终弃。语文有进步，再来一个。后会无期。嗯。这些都是急件。嗯。抓紧给人送过去。好。抓紧送啊。哎，好的。这儿干什么呀？您是季经理吧？我收到您的通知，说我被录用了。哦，吴欢是吧？对，真的特别感谢您。之前我都没敢往大站上想，小的物流站都不收我。
您能收我，我真是太激动了。诗音说的没错啊，是个实诚孩子。来，我先带你参观一下物流站。来啊，到这边来。诗音让我给你安排一个管事儿的职务，可是我们这儿全是管事儿的，而且管的都是累事儿、难事儿。您是诗音的？哦，我是他舅舅。他没跟你说呀？没有。这孩子上次来我这儿磨了两三天呢，我还以为他都跟你交代过了。可能是想给我个惊喜吧。哎，不打紧，既然你都来了这儿了，干好干差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加油吧，年轻人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走，我带你再熟悉熟悉。哎，怎么这么大小啊？哇，果然在屋里呢。哎，又应酬了？可不嘛，连续一周了。哎呦，你说做设计是真难啊，这画要拿得出手还得会喝酒。哎，也没见其他学设计的这样。小白白野心大呗，想做自己的品牌就得各方铺路。你说那些甲方他懂什么设计啊，不就是喝吗？先把它弄起来吧，吃点东西。哎，算了吧，让他再睡会儿，估计啊晚上还得喝呢。小雪，妈，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吧。不是，你这还没吃。愁着呢。我这儿也愁，我看他这个样子，我连话都不敢说。都快憋死我了。憋着吧，你说准吵起来。我还敢跟他吵架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考上最好，考不上再想别的办法。你说咱孩子要是真考不上大学，后面怎么办啊？让他复读一年？哎呀，我是怕他吃不了这份苦，还是看他怎么想。我以为你肯定让他复读了，这不上大学你受得了吗？我受得了受不了有什么呀？我是怕闺女受不了。这高三这一年，看给孩子累的都瘦成什么样了。这要是让他再复读一年，你不心疼啊？哎，可是这大学还是要上的。咱把钱都取出来，他不是一直想出国上学吗？我们想办法送他出国留学。我媳妇现在可以呀，为了闺女什么都豁出去了。不行，我现在给你看看咱们家现在有多少钱。哎，你猫头鹰什么时候才来呀？苏年哥，别藏了，我已经看到你了。送你的魔杖，哪来的？玩具店买的。唉，都是骗人的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魔法。那你许个愿试试，没准真有呢。
希望不要再让我爸妈失望了。